到底这些人是在等谁呀？哇妈呀，这不是传说中的男神李钟硕吗？李钟硕受邀来台参加时尚活动，钟硕欧巴一身黑色劲装加上大墨镜帽子，有够低调。可是他手上的黄色小鸭鸭跟表情实在太迷人了啦。李钟硕今天其实行程是非常保密的，但是因为气候的关系突然换了机场，刚好让大家顺利捕捉。不过这帅气的形象下一秒可是全毁。李钟硕魅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哟，连撞到不行的保镖大哥都抱着粉丝摔得东倒西歪。我说这帅欧巴，你可是要常来啊！